嗨，我是六子渊，我是特效型 YouTuber， 同时也是 A 特效软体讲师。A 也就是 Adobe After Effects， 它是一款全英文界面的特效软体，操作上有一定难度，但我立志要让更多人更轻松的去学特效。我在高中时期创办了特效教学网站 tubermovie.com， 至今产过了超过100篇特效教学文章。在 YouTube 上，我每周六都会更新创作影片。很多人问我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多特效，而且每次都有办法玩不一样的创意。今天这个秘密再次公开。其实我是每周都在研究新的特效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每次影片的更新同时也是在提升我的技术。也就是说，我拍越多作品就会越多特效，这也是我持续创作的原因之一，因为这能督促我自己快速成长。所以学习是一条漫长的路，不是你看一本书、听一场演讲、上一堂课就能学会的，必须持续不断的练习研究，才不会忘记或者生疏。我想要成为带着大家往前冲的那个人，每个月为大家研究新特效、新创意、新玩法。所以我选择和 Perspay 合作，用订阅制的方式开课，每个月给你适合的学习分量，逐步并系统性的教你特效的各种应用。我精心规划了三个方案，首先直接向大家推荐 CP 值最高的方案——特效魔法师，月付366元，我每个月教你四组特效笔记自考和特效笔记影音版。字卡方面，我特别设计适合手机阅读的排版，让你快速认识 A 每一个陌生的特效，从最基本的曲线、色阶，到未来还会教到粒子效果和表达式控制，直接帮你整理出重点，且教你如何运用在实战情况上。光是12月的课程就能让你懂基础调色的原理，同时还有录制影音版的操作，让你更直觉、更好懂。还没完，我每个月还会再教你一步进阶特效教学，说出你想学的特效，或直接教你我最新研究的新特效。目前已经推出了 MG 转场教学，未来还会有14个特效，让 2D 插画动起来 ，Element 3D 等等，让你每个月保持拥有最新最强的技术。这个方案适合给喜欢拍片玩特效的学生，或希望透过学习特效让影片画面更有吸引力的人。接着，如果你是我的铁粉的话，我还有特效大法师方案，月付966元。它除了包含特效模式上述所有内容外，当月寿星还会收到我寄给你的生日卡，而且每个月我还会跟你开一场30分钟的视讯直播哦。如果你好奇我一路走来的各种挫败经历，比如说演员哪里找，设备资源哪里来，工作或课业如何与创作兼顾，如何让更多人看见你的作品，我都会透过视讯直播与你分享或直接解惑你的问题。那这个方案适合给想要深度了解我的人。以上两个方案都一定是给已经会一定 AE 基础的人订阅。如果你是新手，完全不会 AE， 想要透过学习 AE 让自己的影片更酷的话，我有特效见习生方案，它是一次性购买只要666元，你将获得 AE 基础速攻课程。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从头教你软体如何取得到整个界面的熟悉操作，总共六大章节，一次打包带走。这个方案适合给完全不会 AE， 想要用最短的时间快速学会的新手。当你学完 A 基础课程，你就能看懂特效魔法师和特效大法师的内容啦。你学到的不单只是技术，更是逻辑思考，这样才能灵活运用在你的工作或创作上。如果你想学特效，让影片更吸睛、更炫炮，就快订阅我的 Perspay 订阅课程吧。那我们每个月一起用特效玩创意。